別多謝鄭雨森同佢嘅樂隊，多謝 Francis 葉麗儀為我哋領唱啦，同埋嚟自十一個堂區嘅領唱團、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同埋教區各大小團體鼎力協助辦呢個盛會。希望大家記住湯書記嘅訓練，大家繼續努力，做個滿懷信心嘅基督徒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